就是，你不能出去玩吗？这能成为你们不买我饭的理由？我吃梨的还给你们带呢。你不拉，那就过来分你。我，哎，我就算了，咬过了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咬过了还给我？我才不要！谁一口兄弟割菜吗？去过后就走啊，还吃了给你买饭？这可不只是一根烤肠。这是区别对待，偏心的体现。偏心偏心，我偏心见过老人，一把屎一把尿整他的，他妈个个毛用谁个事？结合过来人的经验，我腿长只是一个开端。接下来你们吃零食就会刻意避开我，吃饭还不煮我的份，江门不让我卖路，最后让我留宿街头，连狗粮都不给我。妈的妈的，有了他不跟你分了，干啥分啊？干好啊？这也算好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们已经把我心伤透了，我对你们很失望。哎，我不应再给邓女士问吧？喂喂，我好像把给谁给？感情我高兴。不会，连这刚过生日谁给就好一碗？啊，都被吃的特别健康了一碗。说我看不起我？你比火腿肠还想把我收买？怎么也得多一点吧。现在做小子的经验啥地方差？切个巴掌。哎，不是你，我不会吃，还不还是你自己吃吧。这不是个假东西呀！啊，假老师，马家马家，怪不得假东西。啊，被老鼠了，加入一个料汁，上面。水果粉、黑芝麻、各有奇葩香味，其中可以来一点生吃酱、云调料。尝了吧，我们来一根。就跟破渣淀粉肠有什么好吃的？那我再做点别的。随便，与我无关。那么冷吗？真的生气了？还是这好吃。燕子，帮我把你冲来。冷冰冷。火腿肠煎蛋，好，30秒就够了。明天划开，把鸡蛋倒进去，然后拌成酱。火腿煎蛋好了。阿甘，你买的背包给我买的，这么热的天你还去买？你信用谁吧？还是谁？丫头买给你的。小哥太爱你了。都爱谁有关？我来给你打伞吧。要你写本包，我的钱，你发的没没有？跟你好吧。因为本还是买了。来个纯火的土豆，水可以了，捞出来一点水分，有点芝麻，要撒点葱花，出锅开枪。哎，不，都是一点子，其他的。网友网友谁不还有？你刚刚不是还对这些火腿肠不屑吗？那我不得硬气点，不然怎么有的吃呢？好你个睁眼，我就说嘛，太阳还有打西边出来的时候。你要快点跟王小杨，再把他给我平塞，你是不是掉虫呀？知道了，他不卖给我的。我先拿到的，我都还没吃。让我把饭一起包，谁吃给？太婆，你偏心谁？原来我凭个四个水，省得你去洗地走到你们屋里去。